平则鸣，十年如一。My Radio 将于2017年8月18日在红磡海逸皇宫大酒楼举行10周年的台庆联欢晚宴，门票为港币380元和1500元两种。我们已经准备了精彩的节目和丰富的奖品给大家，有兴趣的朋友请留意 My Radio 的最新公布啦。狼友有世卫，身未动，心已远。My Radio 全新旅游节目《文途万里》，主持陆重文。咁嘅地方咧，又係世界最大嘅洞，就係、是、之前港視去行嗰個漢族。咁咧，我今日嚟咧係遊嘅啫，但係盡可能咧睇下呢一度到底點解可以入個世界遺產，因為真係好靚。咁我而家入去幾個洞去睇，咁因為冇時間啊，我去唔到漢族。咁你有機會都嚟到，可能其實都好啲，因為我今日係報嗰啲day trip 咁樣，跟住就今日朝早出發到呢度，咁夜晚就翻翻去順化。其中一個世界遺產啦，咁中部有三個嘅，一個係會安古鎮，一個係我琴日去嘅順化皇城嗰個古蹟群，另外一個就係風帆。咁啊，而家出發，轉頭同大家講，拜拜。OK， 蛋托
以世界為家，背囊行天下，例牌都講呢句噶啦。嚟到文圖萬里嘅第九集咯，係嘛？咁好啦，嗱，啱啱咧，大家見到片咧，我又喺越南啦。嗱，應承過大家講韓國，不過咧，我覺得咧，喺我即係講韓國之前咧，我都係要講埋越南呢一個世界遺產。其實咧，北部嘅世界遺產咧，我會喺十月咧去再介紹俾大家嘅。咁呢個世界遺產咧，佢身處喺越南嘅中部，其實我哋可以去一去圖咧，可以話俾大家知呢個世界遺產咧位置喺邊度嘅。嗱，見到張圖啦，咁佢全名咧其實好長嘅，叫做楓雅。一個 hyphen 就叫做以旁國家公園。咁其實咧呢度咧亦都係咧全世界最大嘅其中一個岩溶地貌嘅一個地方啦。咁亦都係越南其中一個最大的國家公園嚟嘅。咁咧呢度咧就符合翻越南嘅中部嗰個地段啦，多山啦。咁其實如果你喺順化市出發去呢度咧，起碼都要成三四個鐘頭車程嘅。其實冇睇真係地圖，喂，兩個鐘掂喎，其實要三個鐘頭以上。咁同埋咧，其實之前都有香港嘅一啲電視台嘅攝製隊咧，係嚟臨過呢一個地方咧，係拍攝咗一個紀錄片嘅。咁就係呢度唔開名啦 ，OK， 但係應該知道係邊度嚟，邊一間電視台。咁呢個國家公園咧，其實喺2003年嘅時候咧，就已經錄入咗去呢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嘅世界遺產嘅名錄即名單入邊啦。咁其實佢咧係越南咧係八個裡面其中一個嘅自然遺產。咁另外有一個咧就叫做長安名勝群咧，佢同時係自然遺產，再加埋呢個文化遺產嘅。所以話越南咧，只有係佢咧。是一個全部都是屬於呢個自然遺產的一個世界遺產嚟嘅。咁其實咧呢一個國家公園咧，我好建議大家咧係留多可能幾日嘅時間，因為嗰日我就趕隨行程啦，所以只可以 one day trip 咧，就係好早去 book 一個 one day tour 咧，就喺順化出發嘅。咁嗰個價錢大約係50萬盾啦，即係我而家。呢一個入邊咧最大嗰一張50萬咧，就係呢一張一次過批咗俾佢嘅。OK， 咁其實後面呢一度咧50萬咧，呢一個地方咧就係胡志明即係出世嗰個地方嚟嘅。咁跟住咧可以再俾大家睇下啲越南盾咧，其實越南盾嘅質地咧就完全係等於香港嗰啲10蚊紙咁樣啊，甚至乎我覺得係靚過香港10蚊塑膠版添。咁有呢一系列啦，有20萬、10萬、5萬，有20000蚊，仲有係11000蚊嘅，一大扎你就可以做呢個超級嘅80000富翁啦。OK， 咁其實佢後面咧都有幾個世界遺產擺喺度嘅，包括就係會安啦，即將有機會入去嘅越南嘅河內嘅文廟啦，咁就另外就有一個就係、是另外，會安古城日本橋都喺呢一度嘅，咁因為畫面咧冇辦法啦，縮唔到太大，咁我之後再將所有嘅越南盾俾大家睇下。其實咧，越南盾我覺得真係非常之靚嘅。好啦，跟住我哋咧，再下一張相咧，我哋睇一睇我嗰日出發嘅行程到底係點樣樣嘅先。咁啊呢一度啦，其實咧嗰日咧我就撞正係日本天皇嚟臨嘅，咁所以成個順化市都整色整水噶啦，包括我去嘅皇城咧，嗰日係封咗咧，只係俾天皇啊，我冇記錯入去嘅，而且係加咗好多平時你去睇皇城見唔到嘅嘢，嚟一盆盆嘅靚花啦咁樣。咁我就諗緊，喂，如果即係越南仲有皇帝嘅話，同日本天皇見面嗰時嘅情況係點咧？呢啲只能夠 FF 啦 ，OK。咁好啦，嗱呢一度咧就同大家講，嗰時我係6點鐘出發嘅，咁其實就坐車坐到去都成10點幾11點啦，好耐嘅時間。因為我哋中途仲嚟咗一個 bridge stop 嘅，就係、是、喺一個越南最大嘅一個教堂同埋最多天主教徒聚集嘅地方休息咗一段時間。咁我哋再下一張相睇睇。我在 bridge stop 的時候呢，其實呢我發覺都要講一講的，就是越南的天主教問題。咁越南呢即係都係屬於共產黨管理啦。咁但係其實佢嘅宗教自由呢係比可能係中國啊、朝鮮啊或者係呢兩個國家啦，唔好講寮國啦，咁自由得多嘅。因為其實咧，佢係受到法國殖民一個影響咧，其實佢都好多一啲係天主教徒喺度嘅。咁特別咧喺中部同南部啦，特別喺啲沿海城市咧，你會見到比較多係越南嘅天主教徒啊。咁例如係南部嘅芽莊啦，中部嘅那個叫燕港啦，呢啲地方咧都有好多天主教徒喺度。咁咧之後我哋再下一張相睇睇。呢、這個就係佢哋舉行緊一啲早上嗰啲，就係、是、因為我對天主教唔太大認識啊，就呢啲係應該係禮拜一種嚟嘅，即係大家
教徒聚集埋一齊，跟住唱聖詩啊、讚美上帝啊呢啲。咁就我見咧，佢哋已經係將越南嘅即係將聖經係翻譯咗做越南文嘅。咁我咧可以去睇一睇。咁但係發覺有一啲字咧，其實咧如果我哋廣東話去讀咧。其實都有少似嘅 ，OK， 咁就其實都幾多人去參加呢一個就係天主教嘅一個即係佢哋嘅彌撒啦，可以咁講啦。咁而且都係户外嘅，點解呢？因為嗰個地方其實以前有好大型嘅教堂建築群，但係就喺越南戰爭嘅時期咧，就全部都係毀於一旦嘅。咁唯獨是咧有一嚿嘢咧，就係真係碩果僅存嘅。我哋再下一張相望一望，就係呢一個教堂啦。咁咧佢咧其實咧就係、是。當初教堂的唯一一部分嚟嘅，佢咧就係、是、可以係保存到落嚟，我覺得係即係完全係我估唔到嘅。點解咧？一當年呢笪地方其實咧打仗起上嚟咧都係全面戰爭，而且美軍大家知道當年越戰嘅時候咧，佢係用地毯式軍炸咧，係將即係成個就係點講咧？戰爭區域是炸一片先跟你越共打的，因為他們是很畏懼越共那種遊擊戰，還有大家知道越南人細粒，其實躲在地洞對比起身形龐大的美國人來說是真的很惡啃的。那這個是唯一僅存的部分，那也放了用來做一個遺跡參觀。那它不是世界遺產來的，那你看到完全是即布滿了青苔，而且融融爛爛，那我覺得它保存得下來都是十分之估不到，我這樣說。好啦，跟住咧，我哋之後咯。其實我喺呢段過程裏面咧，其實我係經過咗咧，就係越南版嘅三八線啊，即係位處於越南中部，其實喺順化再上去，同埋喺呢個國家公園之間嘅一個位置咧，其實就係當年日內瓦條約咧，將南北越咧就係分開咗，就北越同南越嗰一條線啦。咁咧，我哋可以睇一睇相咧，我哋見到其中一個以前嘅 checkpoint 嚟嘅，麻煩許許相啦，唔該。咁咪呢一個啦，咁就係當年南北越之間分界線其中一個部分啦。咁跟住落嚟咧有片嘅，咁我哋可以去睇一睇咧。我當時候可以出埋聲啊，穿越嘅時候咧個情況係點嘅？咁有聲嘅，可以聽一聽啦，因為有啲幾搞笑的部分，嗰個導遊講緊嘢嘅。咁我前面就係德國人嘅，所以聽到啲德文。咁遠處建築物啦，好啦，到咗北越噶啦，其實冇錯，呢條就係嗰當年嘅分界線啦。咁其實北面啱啱見到北即係我過到北越嘅時候，有個好大嘅門牌嘅。嗰、那個其實當年嘅 checkpoint 嚟嘅，咁就其實大家知道當時候一段時間咧，就可以俾啲北越嘅人或者南越嘅人自由流動啦。咁之後就會關邊境嘅。咁其實當年咧，即係呢條線咧，亦都係即係可以話係以前冷戰時嘅象徵啦。不過好，佢就喺1975年啦，咁就兩越統一之後咧，咁其實呢一個已經變成一個旅遊地方。咁就唔同今日嘅即係朝鮮嘅三八線咧，就仍然可以見到就係板門店，即係兩韓之間啊。一些很即係好緊張嗰種類似軍事對峙啦，咁其實板門店亦都係即係冷戰，我認為是最後一個有意義的象徵嚟嘅。咁兩韓問題咧一直都纏繞住就係東亞局勢，甚至國際格局嘅。咁我都好希望就係、是、即係始終有日可以解決呢個問題。不過咧，我覺得都係遙遙無期嘅啦。OK， 好，跟住咧我哋咧再去上啊。好啦，呢條就係啱啱嗰個分界線嘅部分啦。你見唔見到藍同綠嘅？其實藍色那一部分咧，就係已經屬於北越嘅，咁綠色那邊咧，就仍然都係處於南越嘅地段。咁之後再下一張相啦。嗱，好建議大家中部行下，原因因為咧，佢真係好多靚嘅自然風景睇嘅。嗱，有濃厚嘅歷史色彩啦，包括就係順化皇城啦，包括就係以前占婆人時期嘅美山聖地啦，甚至乎係以前就好多對外貿易嘅會安古鎮咧，呢啲都全部喺越南嘅中部嘅。咁我亦都覺得越南嘅中部咧，你大家都可以好即係揾到好多以前越南嘅一啲歷史喺度嘅。咁另外咧，我喺過咗呢個北越嘅地段之後咧，其實留意到咧就係佢地貌都好特別嘅呢一幅部分，就一啲比較你會覺得齋望落去有啲似去到例如美國啊嗰啲即係類似黃石
公園咁樣啦，咁雖然誇張咗少少，但係就見到咧，即係佢嗰個感覺同你即係身處月下好唔同嘅。點解咧？下一張相望一望，就係咁啦。咁當時我喺車影嘅，所以影得好即係個角度唔靚啦。咁但係咧，我以前都喺度 search 緊咧，到底呢一粒咧係做緊啲咩嘢嘅？因為我見到咧，其實喺即係我坐車呢段期間咧，我見到好多嗰啲就係、是、挖掘嘅一啲工程車輛喺度嘅，咁可能係煤礦都唔頂，但係真係非常之靚，特別、如果大家好趕，但又想去風牙，又唔想留低嘅，可以參加一下呢啲 one day tour 咧，就可以順便咧就係欣賞一下呢個非常之靚嘅地帶。OK， 好啦，今次我哋嚟到我而家嚟到我哋嘅主角部分啦，就係、是、風牙。呢、這個太難讀啦，直接講風牙嗰個公園啦。咁就係呢個入口啦，我亦都喺車後影嘅。OK， 咁咧、我大概去到成十點幾、十一點幾咧，基本上咧就要食飯嘅啦。咁誒同我同台嗰扎咧，有一個咧竟然咧係一個美國即係白人溝亞裔血統嘅一個美國人啦。咁就佢嫲嫲係廣東人嚟嘅，咁佢都識講少少廣東話。咁啊，原來咧佢就享受緊呢個退休之後嘅第一個旅程。咁之後咧，佢就會去日本。咁嗰時順便咧，我同傾偈咧，我話用廣東話介紹咗話，喂，你去京都呢啲地方去行下喎，咁樣嗰啲。跟住佢真係跟咗我個 plan 咧，就去咗清水寺啊，或者係睇咗好多啲世界遺產啦，甚至乎去咗宇治去探一個好靚嘅即係抹茶嘅一個抹茶盛宴啦，可以咁講啦。跟住咧，佢仲去咗鳳凰堂影咗好多靚相俾我睇。咁我呢度都好嘅衷心咁祝你退休生活愉快啦。咁跟住我就同好多同台嘅人傾偈，我發覺其實依家咧呢啲旅行好多一啲就係、是、人會好中意就係類似 working holiday 啦，或者係即係去嗰邊做嘢之後實習嘅 intern 之餘咧，亦都係會即係去參即係去當地去即係去體驗下當地風土人情啦。咁我同台仲有一對德國情以色列情侶嚟嘅，咁佢哋咧原來係讀醫咧，就係、是、過嚟越南咧做醫生，即係嗰啲考察之類嗰啲啦。咁啊順便報團去玩啦。咁其實咧佢一路係賺緊錢一路去玩咧，我就未做到呢樣嘢嘅。但係咧就大家互相交流之後咧，佢哋都同我講咗好多佢喺當地就係啲山區做醫生啲經驗啦。咁就我唔數曬出嚟啦。咁佢哋都話咧，即係佢係未試過見到一個咁凄慘嘅形象，即係嘅現象係咧。可能是一個醫生要 handle 好多條村咁樣，因為大家知道越南到今日咧，其實佢係個城鄉差異好大嘅，而且咧山區嗰啲設備係落後到不得了嘅，即係唔好齋睇嘅係例如岩港啊、河內啊、順化啊、海防啊，仲有係西貢呢地方咁發達，其實佢啲鄉下地方咧我都去過，其實真係好恐怖。OK， 好啦，跟住我哋咧再下一張相睇睇。咁呢個咧就已經去到係風牙國家公園嘅主要部分啦。咁其實而家咧，因為佢自從2003年之後咧，一入世界遺產咧，其實全球所有嗰啲景點都係咁噶啦，或者係啲著名嘅歷史遺跡都好，佢都會係好多遊客湧過去嘅。咁呢個都無一例外噶啦。咁但係咧，其實呢度咧，因為佢個地理位置問題咧，就相比起其他我去過啲自然遺產嚟講咧，佢遊客都算少嘅。我哋可以見到其實中部呢啲山脈咧，其實咧係類似就係可能係一啲越南北部啊，或者係中國或者係遼國嘅南部嘅，即係都係南部啦呢幾個國家，佢嘅一啲叫做Class 我記得係喀斯特嗱，呢個係台灣翻譯㗎 ，OK， 喀斯特地貌就係一啲好多山嘅地形啦。咁其實如果可以舉一個例啦，呢度拋除政治因素講啦，其實中國雲南嘅石林啦，都是一個很著名，甚至乎是廣西的桂林呢都是很出名，就是這種 class 的地形在這裡的。那大家有興趣可以來下風牙來看看，那之後我們再下一張相看看、啊、這個是另外一個位置去拍的，因為這個是落船、入上船的地方，那就對面呢仍然都是沒有人住的，都是很自然的一個即面貌啦。咁因為咧入咗世界遺產之後，越南政府咧，咁其實佢哋都係好加強喺呢啲地方啲保育啦。咁甚至乎呢一個咁嘅國家公園咧，佢係誇張到咧係有一啲大家咧係好少或者只可能喺電視機上面見到嘅一啲生物。咁有一種生物咧，咁就叫做沙拿。沙拿咁咧，沙拿咧咁嘅如果係中文嚟講啦，咁我哋廣東話叫佢做中南大鈴嘅。咁其實佢係一種極危嘅生物嚟嘅。咁就到依家都唔可以，即係動物學家唔可以將佢歸納做羊啦、山羊啦、羚羊啦、牛啦，到依家都未可以分得清佢係擺邊一類嘅。咁而且全世界紀錄咧，佢就係得11隻嘅啫。
咁我見唔到，我見唔到 ，OK。咁但係咧，我同當地人即係識英文人傾過啦，佢哋都話見過幾次，見到啲中南大羚係喺呢啲即係國家公園裏面遊走嘅 ，OK。咁咧，有聽眾咧就話：喂，呢度啲水好清好正，冇錯，越南嘅山水係超靚超正，特別係我2014年去嘅芽莊啦，岘港就唔得噶啦，或者係會安啦，甚至乎呢一度咧。都是山水甲天下的 ，OK。咁好啦，嗱，跟住咧，我哋再下一張相睇睇咧。講完中南大羚啦，咁其實都係補充翻少少先嘅。咁其實呢一種生物咧，佢咧就好特別嘅。佢因為佢哋就中意咧，就一定要係埋堆幾隻一齊先可以，即係先生活到嘅。OK， 就算係群居嘅動物嚟嘅。咁另外就佢分布嗰個區域，其實咧，啱啱我哋地圖見到 Google 嗰張咧，其實佢側邊咧係有另外一個國家公園，但係佢唔係越南嘅，佢係屬於寮國嘅。嗰、那個地方咧都有好多，即係有少部分嘅呢啲羚羊，即係大羚喺度嘅。OK， 咁因為咧，全世界就係喺呢笪地呢、這個國家公園同埋嗰個國家公園揾到咧，所以佢係極度稀有嘅。如果你真係見到佢咧，恭喜你，恭喜你 ，OK， 大家齊歡喜 ，OK， 好啦，跟住我哋嚟翻相咗俾先。呢度咧就係佢其中啊，唔好意思，翻翻上一張啊 ，sorry。就呢度咧，就係佢嘅國家公園其中一個主要部分，亦都係我主要遊覽嘅地方。咁其實佢咧有幾個部分嘅，天然洞咧呢個其中一個，咁佢叫做風牙洞。咁啊，有人問啦，喂，風牙洞點解我個名會咁樣叫呢？其實呢個名好有爭議性嘅。嗱，呢一個風牙咧，佢而家嘅名咧就係山峰嘅峰。咁但係有人爭議過就係話咧，呢個字應該係讀大吹風嘅風個風牙嘅。咁因為大家都知道以前越南人是用漢字書寫啦，甚至乎之後就改良了一種咧，就係根據自己嗰個會語意啦，再楞埋漢字的漢南文啦。咁但係咧，就因為越南文你知放棄了漢字都過百年咧，就好多嘢都冇咗嘅。咁甚至乎咧，就係一啲漢字讀出嚟係一個字同韓文好似就係好多個意思出嚟嘅。例如你韓文的 moon， 即係等於我的名個文啦，但其實亦都可以叫做門嘅。OK， 咁咧亦都係出現呢個情況，咁所以咧，有好多人去查到底呢個字到底係漢，即係如果譯做翻係漢南文啊，或者譯做翻嘅漢字係點咧？咁啊爭議咗好耐嘅，有好多人話係吹風個風，咁點解咧？就係話咧，呢個洞穴入邊咧，就是、透過呢啲風啊吹入嚟，先至形成到咁靚嘅鐘乳石，咁靚嘅即係山洞。咁但係最後越南嗰個旅遊局咧，就將呢個漢南文咧。就係、是、擺到而家嘅山峰嘅峰，咁好啦，我哋跟住咧就慢慢去細會下呢一個咁靚嘅自然遺產啦。嗱，你見到啦，過百萬年嘅歷史嘅歲月洗禮，先可以沖刷到呢一種咁靚嘅鐘乳石出嚟，而且咧佢係可以一路即係啲水啊，如果落雨嘅時候啊，或者係有水多水滲入嚟雨季咧，佢係可以一路就係係咁有水流落嚟，就好似瀑布咁樣樣嘅。咁咧入去其實啱啱見到一個好細嘅山窿啦，跟住我哋嘅船本身咧係用即係汽油柴油去推動嘅，但入到個山洞之後咧，第一要環境保育，第二因為入邊嘅迴音太勁，佢冇辦法開呢啲嘅，咁第三咧就係咩咧？因為佢入邊嘅航道係極度狹窄，而且只係基本上係適應於係即係最啱喺旱季去。我去嘅時候係三月份，即係差唔多雨季前啦。點解咁講咧？呢度一到雨季咧，嗰個導遊同我講啦，係落雨係入，基本上入唔到去，而且個水深係好誇張嘅，咁極度危險，所以佢就建議就係旱季去嘅。咁就係呢個其中一張相啦。咁之後我哋再睇一睇入到去之後嗰位撐船嘅越南嬸嬸，你睇下佢彎低到係點？我諗如果以我1.7米啦，其實係真係會撞到嘅。所以佢連佢蛙嗰架船入去嗰時候咧。佢都要烏低個人去一路進行蛙艇呢個動作，咁其實你諗下喎，佢都好犀利喎，咁樣嘅即係年紀啦，起碼目測50噶啦。我哋船上面十幾人，咁呢個講嘅俾大家聽就係咧，喺我哋上船嘅時候咧，咁因為其實嗰個報團嘅人咧都有一半係越南人嚟嘅，咁啊嚟自西港嘅。佢嘅分類嘅時候咧，就因為得我一個咧個樣係咁樣樣嘅，咁其他全部都係歐洲人啊或者係非洲非裔人士，咁佢係。而且他跟我講嘢嘅時候講越南文咧，我話聽得明，咁所以咧我又跟住佢又話上呢架船啦 ，OK， 咁啊上咗去啦。
咁上去屌奇怪啊喂，唔係英文講嘅咩？你點解越南文？跟住我戇居居咁樣，跟住我唔知發生咩事。我諗我係咪當好個越南人咧？跟住我問佢一句話係，佢真係原來以為我係嘅。咁好在咧就係咧，越南真係你其實廣東話咧都有啲地方都好適用嘅。我嗰架船裡面嗰十幾個越南人咧，原來佢哋有兩個咧係西貢嘅唐人。咁大家知道，即係西貢都係主流講粵語啦，啲唐人。咁就佢咧，亦都有講英文同我翻譯嘅。咁就原來佢哋十幾人咧喺南部上嚟咧，就去參加朋友嘅婚禮。咁佢哋喺上嚟之前，即係去參加之前咧，佢就想咧就係嚟一嚟呢個風雲公園咧，之後先落翻去下面個城市去參加婚禮嘅。咁而且好搞笑，問我你去唔去啊？我唔啊，因為佢哋都幾熱情嘅。OK， 咁而且咧幾好玩嘅係咧，我同佢一齊玩 Pokemon Go 添，係啊。呢個係幾得意嘅，即係你一 game 可以同大家講就係增進下感情啦。我自己都係玩嘅 ，OK。而且就係特別喺呢啲比較內向嘅社會裏面咧，其實可以打開人嘅心房。我自己覺得係咁，即係例如平時唔講嘢嘅，但係為咗揾一隻 Pokemon， 大家會傾下偈，交流一下。咁大家知近期又 hit 翻啦，因為佢出咗啲新嘢啊嘛。咁我都有玩嘅 ，OK。跟住我嚟睇睇片，睇下呢個嬸嬸點樣撐落去啊！我哋去片啦。呢一段咧，先唔好意思啊，呢一段系我入去之前嘅，因为今日片比较多，咁要同大家讲讲就系咧，嚟紧文图万里喺八月底嘅时候咧，就会开始有更加多一啲系靓靓嘅外景制作。咁第一炮我去边咧，就系去爹坑面谷，就话去韩国嘅。咁我就会去几个世界遗产啦，其实我去过几个嘅，咁但系再去影下嘢，同埋去一个新嘅我未去过世界遗产，就系位于大邱市隔篱嘅。海印寺牵沙，咁好啦，呢一段咧就系我喺入去洞之前影嘅，咁其实咧真系超级靓，而且佢系晒，但系嗰阵风吹过嚟咧好舒服，不过咧其实游客都几多下嘅。跟住落嚟之后嗰段片咧就会见到嗰位婶婶咧喺蛙艇入去嘅时候嗰个情况就系呢一段啦，唔该，可以去埋声啊，咁呢段大家细味下啦，冇乜嘢好讲嘅 ，OK。咁啊，大家睇下啦。咁因為咧，始終咧個洞越暗啦，咁同埋我係用手機拍攝嘅，因為我係一個窮嘅旅行者，所以咧我冇帶啲咩單反什麼靚嘅嗰啲影相機啊、影機啊，咁所以我只能用手機。不過好彩就係咧我用開 Samsung 嘅，咁所以咧佢嗰啲Samsung 佢嘅一啲就係拍攝嗰、那個功能都唔錯，所以至少影到呢樣嘢。咁 S 6嚟嘅。咁嚟緊我會用 S 8加嚟影啦，咁就應該咧個效果會好過之前嗰個，因為大家記得就係我當初去越南第一次咧，有啲相咧咁核突啊，140嗰啲就係，因為當時候我係用 S 4去影嘅，咁大家知 S 4其實真係好屎，所以就冇辦法啦。咁好啦，大家見到入到去之後啦，其實個底即係個低洞之後咧，入嚟就係所有靚靚嘅中乳石咧，都係映入眼簾嘅。咁真係咧，佢加埋一啲靚嘅，即係嗰啲。始終都係有個啦 ，make up 你都要加翻啲燈光效果噶 ，OK， 就好似而家我呢個樣咁樣，都係靠啲燈打出嚟嘅，真人可能好殘 ，OK， 咁咧就會打出嚟之後咧，佢個光度再加埋喺中乳石咧，其實真係超級靚嘅 ，OK， 咁咧好啦，嗱，我哋跟住咧，其實真係好多相同有片俾大家睇嘅，咁一節啊講唔曬啦，個洞咁鬼大，一節講唔曬，好啦，我嚟休息一陣。跟住落嚟咧，我哋繼續帶大家逐走風啊！